获奖无数并广受玩家喜爱的《圣灵之光》二代续作终于在今年E3展中再推新预告片，让玩家抢先窥游戏实际的样貌啦。延续前作奇幻唯美的风格，玩家将化身代表《圣灵之光》的精神 Ori， 在盟友与伙伴的协助之下，突破不同情境的关卡，并克服迎面而来的敌人，在旅程中找出隐藏在尼泊尔山林背后的秘密，揭开 Ori 的身世之谜。《圣灵之光2》预定于明年推出，粉丝们请稍安勿躁，毕竟好游戏绝对是值得等待的哦。Thank you.